昨日晚间20时许，省分局拖吊厂人员于汐止区三光路一带发现一辆占用身心障碍停车位之违规车辆，民警遂依规定执行拖吊。后来隔日早上7点左右，车主到拖吊厂领车时，他自称有身心障碍停车证，让经作业人员查询，发现他所出示的证件与违规拖吊车辆车号不符。那车主他无法接受，便直接恼羞成怒的将车辆强硬开出拖吊厂。后续本分局立即派员至基隆区将车主与该车辆追回，全案依妨碍公务函送侦办，并车主缴纳相关罚款。